记得徐总的名场面吗？在现场是这样的：第一步，哼哼唧唧。第二步，感受疼。然后感觉这样，哎，这样，我这打出了这个东西，是不是专业？这么专业。第三步，裹成粽子。我粽子一下包嘴折了。不是我，你怎么知道？真痛啊！好吧，真痛，真痛，你愿意动吗 ？KO。